請我哋嘅，我哋而家要請我哋兩屆新加坡視帝陳展鵬先生開箱吧！我以為你生日，二三。今天已經喊了很多場，我不想再喊了。但是真的很窩心，你先摸摸個蛋糕先，一試一試特別嘅嘢俾你睇嘅。你班你啲小妹，城寨出英雄，視帝展鵬 Two Excellent。大家睇，大家一定要等出你呢個城寨英雄，一定會出咗更加多英雄。跟住三星 Excellent， 有時候有最佳配角，乜都有噶啦。多謝大家。好，先走俾你啦。點啊？係啊，冰糖啊，飲酒又唔錯喎。冰鎮啊，冰糖。唔好。收到很多同事和家人的信息去祝福我，這件事是最窩心的。一線娛樂在今年跟我們宣傳了很多城寨英雄的電視劇，還有直接訪問我，更加開心，因為我可以上網看回我的片，我做一個紀念。多謝你。跟著來的是東張西望。